白色的就是过去贪污公家的钱，哎呦，黑色的就贪到日不好的钱，好啊，贪污公家钱变成这个了，就不做贫困，做黑色的，黑色就贪到黑钱，白色就贪到公家不好的波动的湖水和风中的绿叶荡漾成一方祥和，火车终点是湖区公园的另一处湖畔，海涛法师在寺岭中此地烟供，上供土地中神奇，下施二道诸有情，愿皆饱满舍贤贪，无慧同尊得自在。上供三宝，护法正德，布施众生，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，供啊供，供啊供，供啊供。今天是大宝法王国立30岁的生日，哇，嗡啊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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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享受一下，他在第一点不会熄掉，他在右边不会熄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来，南无安住大地菩萨埵，南无一切龙天善神，愿以为释迦牟尼佛众，我今召集十方刹那，一心恭谢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，以三宝威神力故，悉至。好，电池座到处撒撒米或食物，水里面、树下。那么沙瓦的奶酪万如米的沙瓦的奶酪
畔边聚集了许多鹅、鸭、各类禽鸟，周旋在人们脚边。海盗法师买来饲料和吐司，以此大做布施结法缘，愿吃到慈悲法食的各类飞禽，皆能速脱众苦聚集的业报身，未来能得殊胜人生，常随佛学，早证菩提。电视台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